杨导，这些礼物啊，是我特地从台湾买回来的，以表示我提亲的诚意。我讲处长啊，你们吼、要来提亲，你也无惊喜，也无惊喜的，对不？小无你嘛讲吼，阮甲阮祖先啊，请示拨杯者，若拨有成杯吼，爱准你来讲亲事，嘛阁会赴的，对不？所以讲吼，千万唔通甲这丧丁啊、甲婚书哦，揽做伙讲啦吼。志豪，你看到没有？你未来的岳父笑得多开心啊！乡长，我们军人的个性啊，就是爽快。既然您开心了，干脆我们就连下定结婚的事儿一块谈。恭喜哦，我可是帮你找了个好女婿啊！哎，我讲处长啊，这个哦，好比说啦，我们要去渔港买鱼啊，也是要花点时间去打听行情才会买嘛，哦，所以我认为哦，这个婚姻就像那个反攻大陆一样，是大代志嘞。啊，我是认为说，要办这个婚姻之前哦，我们互相好好参详参详，啊，以后结婚了啊，才不会那个等给卡位啊，你说对不对啊？是是是，林乡长啊，想得真周到。志豪，既然提亲是喜事，也是大事，你就去找林小姐，你们年轻人呐、好好的聊聊。我们做长辈的也应该合计合计，做晚辈的在场不方便啊。是，那我先离开了。林乡长，我看你是不太了解我的个性。拉玉律，拉玉律，得鳌岛，得鳌岛。来，小朋友，跟他一遍。拉玉律，拉玉律，得鳌岛，得鳌岛。读了真好。伫岛就是咱住的所在，后摆恁大汉真有可能爱出国，离开是大人。
是不是嫌弃我们什么？没有啦，没有啦。既然你没那个意思，那最好。不过我的话呢，倒是要请你好好听听。是是是，你放心，你讲的话哦，我会当作圣旨在听啊。啊，请讲。你这个乡长是官派的是吧？是啊。既然是官派的，我刚好是个官，你归我管。乡长啊，我要真板起脸孔来管，是可以管生，可以管死，可以管好，也可以管坏。我可以帮你的忙，也可以呀，帮得你越帮越忙。我刚才说了，你不了解我的个性。我们做官的爱面子，这亲家要做不成，那就是冤家了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事情总要有个结果，要不然外人看的是笑话。我可以强迫你做，但是我不会这么做。好好的一个提亲，干嘛搞得像逼亲似的，难看。闲聊两句，没别的意思，你不要放在心上，听进去就好。不过说正格的，他们两个年轻人呐，真是郎才女貌，挺登对的，好姻缘呐，错过了可惜嘛，是吧？我说处长啊，如果我今天哦要拒绝你，我一定跟你讲说我阿霞哦早就定给别人了啊，这样事情就了了了嘛。啊，你今天也不用那么麻烦来跟我讲这个个性的问题呀。再说哦，查某囝是不生的呢，对不？啊，无加在哦，先生有喊我无赶快，较金银木啊，对不？那不哦，你今天也不会那么麻烦来跟我提这个亲事啊。可惜哦，我这查某囝，她的个性哦，很像我的哦。哎，没事的时候可以好来好去，啊，有事的时候一点都不怕事的。所以我们认为哦，要好好的跟她商量，啊，说好话。啊，这样子哦，他才会心甘情愿呐。啊，关于婚事，你可以提出你的诚意，啊，我可以说出我的要求嘛，这样子才是合情合理。处长，我今天把心里的话哦啊告诉你，啊，希望你能够听进去，啊，放在心坎里嘿。好，不愧是乡长说的话。合情合理，行，你就跟你女儿啊好好的谈谈，过几天我来听你的消息。
只要还有一点点的机会，我是绝对不会放弃任何机会和希望的。让这么多人为你吃苦，值得吗？如果我是一个在困境里就放弃坚持的人，我以后随时随地都可以出卖人，除非我死，否则我绝对不会跟敌人摇尾乞怜的。大嫂，除非是身子骨很硬朗的人，要不然要支持你支持到底啊，真的很困难。要不要在乎？钟在后。我昏迷清楚，应该配合你，也是要怨叹你，这杯水我绝对袂使你。我伫关东军的时阵，我带这些日本官、日本兵，我受到因的尊敬，绝对不是因为我官，根本是当时因当作二等国民台湾人的生活。其实我真保守，真关心伊每一个人的性命，特别是败战的时阵，我心内底头一个想法，就是安全保护伊，安全的铁腿。其实，像我这款人，对好利亚迄当开始。每一天对咱的考验，不是保护家己性命甲尊严，是咱阁有留偌济关心，关心别人的生死。我真尊敬你的坚持，也毋过，我怨叹你，你只有看到家己，无看到别人。弟弟，杨哥，咱煞无法度做朋友，所以这杯水，我无法度嘞。照你安尼讲，你嘛是一直坚持家己生活的人，敢毋是？咱永远毋是朋友，但是我希望。挂你的时阵，咱会当阁继续互相欣赏，安尼都够。这家店已经不做生意了，要吃饭，到别的班去。我不是来吃饭的，我是来找朋友。找朋友？交朋友小心啊！安总，
你要你来进前，是不是跟你问一个真功夫？是不是因为安尼，店面才无半个人客？你是阮三工来头一个人客。阿妹，看你想要食啥，阮店招待。好，来。等一下。阿妹。对呀。啊。我爱食啥，我来串。哎，免啦，唔免无用。林生，我想要到恁隔壁开一间彩虹店。听讲隔壁甲恁这间店是同一个厝头家，我想要拜托恁三，甲厝头家讲一声。尤太太，即马唔单人客唔敢入门，连厝头家都想要甲这间店咪收转去，所以这代志恐惊无法当甲你斗相共。因咧猎人的时阵。叫做酷刑，但即马老百姓想要老老实实过日子，因也唔肯，这叫做刑狱。连我这个这好心的人，都强强要袂堪的去。尤太太，你即马甘愿跟我走一走？教化科主任的时候，有很多的事情我看不过去，我自己很清楚，我改变不了什么，那我改变我自己总可以吧？我开了个店，店名叫做良心，这名字啊，时时刻刻在提醒我自己，这个时代太苦闷了，我没有能力解决大家的苦闷，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填饱他的肚子，那总可以吧？连我这么一点点单纯的想法，他们都容不下。他们到底在害怕些什么？当然会害怕了。当一只大象被一群蚂蚁雄兵给扳倒了，它不能够再在这个草原上面生活，而被逼到一个毫不熟悉的孤岛上面，它怎么会不害怕呢？要是有一天它再碰到一群蚂蚁雄兵，那这只大象，它又能往哪里跑呢？较早阮头家有人管的时阵，我的心内怨恨，嘛有烦恼。我安怎想都想无，是安怎善良，哪会有人认定我是一种罪？即摆阮头家倒转来，我将所有怨恨拢甲伊放下。不过我的心肝内同款的烦恼。我为着要救阮头家，我用我所有财产去换阮头家的自由。啊，不过我袂唔甘，我嘛袂心痛。阮即马所需要的是一个机会，是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。我甲阮头家拢为着过去的代志付出代价。阮即马较烦恼的。是阮恁两个囡仔的未来，因的未来比阮的过去搁较重要。我嘛才刚才想要开一间小小的彩虹店，甲人做啥尔？卡出连安尼也唔同意，根本就是要逼阮全家伙也行上绝路嘛。你们俩的意思我都明白，我也很难过。我是个军人，我有我的立场，我的立场就是……我告诉你啊。我觉得啊，做吃的很好，做裁缝也很好啊。人要活下去啊，就得要吃要穿的。夏新月，人家是老老实实做生意，你就应该要帮助人家。你说的我都明白啊，但有些事情你不懂啊。我是不懂啊，可是我知道一件事情，那就是啊，做人要有同情心。你们两位放心，这件事情啊，我们家夏新月一定会尽力帮忙的。多谢哈，多谢。这件事情你们两个不要客气。
把这两个王八蛋给我放了。是。报告长。什么事啊？廖军师要求见处长。把他带下来。是。把这两个押上去。是。你是不是应该有话要对我讲？把他们押进去。是。走。走。走。军师求见，让他进来吧。是，再见。去。我有事情要属下跟你谈。好啊，也该是时候了。你要再不来找我谈呢，我看你也撑不下去了。朱队长。出去的时候把门带上。是。走。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，你要当众认错，穿上新生制服。从今以后啊，你当你的井水，我当我的河水。咱们俩啊，是井水不犯河水。你还像一国君轮吗？你利用所有的心声当轮主来威胁我，这种手段很卑鄙。我当然是个军人，我有很多的弟兄啊，就是光明正大的战死在沙场。他们的死啊，让我理解一件事儿。所谓胜败乃兵家常事这句话，那根本就是个屁。成者亡，败者寇，他才是真的。我就是个不折不扣信奉真理的军人，不过我前半辈子的青春都耗在战场上。一个耗掉青春却又一事无成的人，他是个输家。我前半辈子啊，已经输掉太多了，这后半辈子，我可是再也输不起了。我觉得，这是日本军人强过中国军人的地方。日本的军人传承了他们的武术精神，他们的生命就像樱花。美丽盛开的时候，也就是他们快要凋落的时候，所以树轮只能看到他们的美丽，永远看不到他们的残缺。而我在你的身上，就只看到残缺，却看不到美丽。随你啦。不过你是个败者，成者亡，败者寇。当你这个败者来向我这个王座请求的时候，你要懂得谦卑呀，要不然你所有的请求都将会是白搭的。廖军师，你的名字里头啊有个狮子，你是万兽之王，不是人，是万物之母。西方的玩意我懂得不太多，不过我知道他们有一种表演的团体叫做马戏团，里边有一种人叫做驯兽师，你就是那狮子，
我啊，就是那驯兽师。是可以不要命的，你话讲那么多，我根本不知道你够不够勇敢。我的个性是，有人敢挑战我的原则，我绝对会正面迎战，奉陪到底。要我退缩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我这条命啊，是战场上捡回来的，我自认我这条命很宝贵，但我绝对不是个贪生怕死的人。你给我搞清楚，你要杀了我，你们所有的人都会被杀。再怎么算了，我都值得。你要真有本事，就把老子给宰了，要我求你，办不到。现在你还有几分骨气的混子啊？我可以让步，公开认错，把头发剪短，但是要我穿囚衣那是不可能的。如果这样的条件你不答应的话，那我们同归于尽好了。你说你的命是捡回来的，廖金师这条命是在苟且偷生。我尊重你是条汉子，你说的我会答应你。廖金师，在你走出我办公室之前，我要奉劝你，所谓奉劝是有朋友的情分在里边，凡事适可而止，要量力而为。我虽然不领情，还是谢谢你。我林可需要一个旗鼓相当的敌人，也不需要你这样的朋友。您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讲？动作小寒跟严俊秀吧，你认为这是查甫人对查甫人解决代志上好的方法？今仔日，咱家所有的人拢跟我同款，对你拢有一半尊敬，有一半怨叹。即马我代表怨叹你迄一半的人，以查甫人对查甫人解决代志的方法。捶你单挑！干！大家拢查甫囝啦，
人要担着吼，咱边仔人拢袂使出手，见大家无聊吼，无安尼啦，我吼做庄官你地啦，地分的啊，地分啊，地来三块，不起来三块，来，甲地嘞，尽量甲地来个。哦，韩姐啊，你个就对啦，哎，你啥？卖地去了地，还过来冤家，啊？你这是冤啥物？恁今仔日从菜市路到跳票，搁来冤家？较早阮讲的那边，一个顶庄，一个下庄，两庄啊，真贪水。尾来参详，讲嘛拍擂台定输赢，结果无拍无代志，拍着即马两庄变细仇。恁即马人来挽回，我保证这人马上变做两官。阮讲的冤家是为了真贪水，恁两个是冤安怎？有人兴烧酒，有人兴豆。空气在咱家的，靠有人有人兴烧酒，你就咧冤家。拳头母是我这么托人体谅的，道理若讲袂过，我就用拳头母比大细。你咧读册人，煞甲咱托人同款，用拳头母咧定输赢。无趁咱读到第七，你只好逃倒去。袂冤的去冤，我要卡在门口面，明仔十个人红叉都唔知影咧。我咧讲无，要冤要拍碎台面，但啥物人插到我的面就对啦，我来找啥物人输赢，尤其是你。刚才听了韩吉说的这番话，让我这个读书人啊，实在觉得很汗颜。如果你们要在这个监牢里面拼啊，那我宁愿选择好好睡一觉，因为啊，明天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都不知道。日子总是要过下去的吧。在这里啊，谁有力气，谁就活得久。啊，你是无要做庄吗？无，我是要困啊！当庄啊啦！为人兴跋筊，为人爱单挑，为人要讲古王听。虽然作业，虽然干啦，慢慢啦。做恁的庄官，真正是死。我免困啊啦！若无要拍吼，以后莫叫我过门啦，换别人过啊吼。不管我甲你的想法。有我无同款，但是我欣赏你，所以不管当时你要拍我，拢无要紧，我绝对袂还手。
我是查甫囝，若是跋倒，爱家己爬起来。我大概跋倒，拢家己讲一句话：你是我阿嬷，你也比我较勇敢哦。跋倒爱家己爬起来，干巴地呢？我卡里马斯达，阿信，阿嬷有要甲你卡上讲，你先出去一个好。谢你。家属，今晚明天那是要被困，我哩有，伊咧想想，伊是咧想我一个做家丧的，还是伫咧想你这个做母的。明年若是知影讲你人无爽快，一定希望讲你好好休困啦。卡桑，你都要赶紧好起来呢。啊，若无明年一定怪我讲无好好照顾你。我这个情形，千万当我明年知影，伊即马无伫个厝个。只要我一口气还搁伫咧，我的目睭搁看会着，咱这个家庭都还搁存在伫咧。万一我一口气若是转去啊，米勒可还要转来，我要拜托。你一定要将阿信这个囡仔，甲伊请用我大汉。卡桑，你莫有白心啦，好好休困，哈。
还袂困？卡桑，我有代志要甲你参详啦。加菜。有啥物代志，再你讲啊。卡桑，杜三分两去进前，伊甲这个家交代给我，要我做一个查甫仔，好好照顾这个家庭。啊，不过我逐天看到卡桑安尼无眠无日，我就感觉我对杜三真歹势，因为我无尽到伊交代给我的责任，卡桑才会这么疼。咱即马本来就是实实在在咧过日子，毋是快活咧过日子，艰苦是应该啊。卡桑艰苦是应该的，那安尼做后生的人，替卡桑减轻艰苦嘛是应该啊。你若是生伫个较好个家庭，你即马应该阁是咧食饭店中午个会所，但是因为生伫咱即个家庭。才让你大烦恼这么多事情。不过，你可以这样想，卡桑很感心的。来，跟我说，你有什么打算？我想说是不要读书，先去学师傅。虽然学师傅赚不多少钱，至少也可以减轻卡桑的负担啊。再说，我若出师了，我就会当甲卡桑斗三工，栽培小弟小妹啊！你会当安尼想，卡桑真正足欢喜的。你是我的大汉仔，我会甲你当作像大人安尼含你讲话。也毋过，我会甲你讲，今仔日我若是答应你，你日后。就莫怨叹，怨叹你找头不济，对人袂着。你也像恁杜三同款，不管做啥物代志，拢是欢喜甘愿的，安尼知影无？